24日 ，Highlight 银斗郡所属社方面就其今日入伍发表了官方立场，以下为官方立场全文。大家好，这里是 Around Us Highlight 队长银斗郡。今日下午1时，通过江原道华川第27步兵师团进入了新兵教育队。Highlight 成员们、家人们以及一同前来的 Around Us 职员们为银斗郡送行。他以开朗的面貌入伍了，非常感谢给予很多喜爱与应援的粉丝大众。银斗郡会尽全力履行国防义务，与大家约定好之后再相见。谢谢大家，粉丝纷纷表示等你归来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